会搜自己吗？我自己吗？嗯，还好，我会，就是我的首页都是，你知道那个大那个就是民国吗？哦，我的首页就是他。他们先去了穿越过去吗？有人说过吗？脸有点大，这个人应该是因为眼睛是吗？对，就是炯炯的，炯萌炯萌。咱们这一批能演白蛇的人都非常幸福，因为我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是省力的。还是要感谢前辈，谢谢谢谢谢谢老师，谢谢美琪老师。天哪，我第一次翻唱的时候真的是我初中的时候，坐在我的宿舍，我记得我还坐在下铺，然后拿着一个唱歌的软件录了它，然后莫名其妙就发到网上，说就是有一种奇妙的缘分就唱了这首歌。小青跟这次新买小青的妈妈站在一起的画面特别甜，我就特别想让许仙跟许仙的妈妈也重聚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们在其实跟那个药是换个位置就交流。我们这样，我们朦胧到中间来，我们正好一边是自己心爱的人，一边是你心爱的妈妈，一边是娘，一边是娘，这画面就唯美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我没有妈妈？对，我们没有当时就是。对吧？你们不要问，我们白蛇的亲人在哪里？给演员话筒。工作人员拿着台上麦。那给我吧，给我吧。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来着？就是刚才有点小。没说呢，在这儿吗？对，这里。
较多，能在。所以平常你做专访之前会偷偷先看几场？他们会给一下，但是你就过一遍，因为有些时候你还是要。我有时觉得采访就是第一反应很重要，因为你看了一遍之后，你就会去过那个问题，还不如你直接问我，我直接跟你讲。其实我们也有节目有专访，真的吗？就是那种撕标签，然后撕下来，然后下面会有个坑，就是那种很坑的那种东西。哦，我以为是真的有个坑。就如果让你撕的话，你不可能撕哪张标签。不是你自己撕没有用啊，那是别人心中啊，整个节目被垮掉，被否定了，被整个节目被否定了，自己撕什么用呢？别人谁都觉得是没有什么用吗？那得人家自己觉得吗？你看你们怎么样？被我一针见血了吧？可是你撕掉了，肯定大家说，你看我是这样子的，人家相信吗？你有空可以来 B 站大楼玩一玩。对啊，反正家门离得很近，你在虹口区嘛，对吧？公司在虹口区。他不在虹口区，他为什么他还要坐？你们是城里人，我是山里人。谢谢。你给我摆张图。哦，四川人，哎呀，我刚才怎么没说呢？我们俩都是四川的，他青城山的，我是四川的。那为什么今天东北口音非常的严重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有东北口音，但我真的是个四川人。你们不觉得就是东北话很魔性？嗯，然后你就会说的贼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对。而且我发现我想一直想模仿北京人讲话，但模仿着就仿着仿着就会成东北话，很奇怪。你说是四川话？会呀、啊。你想听咋子？就 PPT 的朋友们大家好。啊 ，PPT 应该怎么讲？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行，得行，你都点过头，对不对？行。东北话呢？东北话版本。咋说呢？说啥呢？记得看那啥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能不能行？能行你就点个头，不要太给我剪得太谐星了，可以不？我不走搞笑路线，虽然我有点搞笑。可是你的生活真的像一部喜剧。嗨。每天开心耶、yeah, 真好。然后呢？拜拜拜拜拜拜。